我跟你们说，坐了五趟飞机来这里真的值得。太漂亮了！Hello， 蛮尴尬的，突然感觉旁边很安静，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上飞机，然后去歪上岛跟科西嘉岛了。但是我们中途还要转机一次，然后现在整个就是大困当中，每一天4点就要起床，我真的，希望今天可以准时到，要可以我们睡一会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哇哦，很多特产。矿泉水，那是他自己家的那汤。哇哦，谢谢，Thank you。Hello， 美们好，我们来到的是南法科西嘉岛，你们想不想一起去看一看？走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？我不了解法餐，我最了解的是火锅跟小龙虾。我觉得在中国生活太幸福了，这边我可以吃一天，但是不能吃一辈子。太漂亮了！我要跟那个小朋友一样。好好看哦，这里太好看了吧！如果 Never 可以来就好了。你看那小朋友，你看那小朋友，这是小朋友的快乐。这还是五天没有健身，还挺好的。光再打往脸上打一下。打偏，3、2、1，走。别把那衣服脑子上面洗不掉的。好了，哥，起来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去那里。走，那边更好看。我感觉这才叫法国，蓝天啊，白云啊，然后沙滩啊，海边啊。如果有狗狗就最好了，特别是没有来过海边的狗狗，太棒了，他们一定会很爱这里。给你看，我妈在拍同款，我妈在拍我们刚刚拍的地方。走喽，要去吃饭喽。如果今天喝酒的时候，或者说今天这种聊天的时候，问一些关于 offer 的想法，你会有一天马行空的想法吧？爸，你应该把我喝得很醉才会有。你今年在拍所有女生 offer 赛，一定会邀请的老板是谁？我一定会邀请的老板是 Lucia、Eric 和没有参加过的老板们。你知道我今天想的是什么吗？我想请100个真的粉丝现场坐在那儿，来看这个 offer 他们愿不愿意买。后面有一个大屏，然后那大屏就是我们拍到。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的时候，把那屏一打开，后面就100个所有女生，让老板们尝试一下所有女生的压迫感。我觉得我最后的杀招就是所有女生，就是你们帮我把老板们都砍砍砍。我现在还蛮期待明天的歪上岛，我直播说了100遍的地方。假发片子要吹掉了。
嘿，我跟你说，今天不是大润发鲨鱼的了，今天是法国彩虹的。烟是为了让蜜蜂平静下来，不让蜜蜂就是特别激动，蜜蜂看到了烟就会害怕，就不会飞出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多的对话呀，聊天。明白明白。好了，我们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天天播的《黄金复原蜜》里面的黑蜂以及它的蜂蜜，走。哇，徒手哎，他们。哇哦 ，Thank you， 快看，他们都在一直工作。然后去采蜜，然后就采在这个岛上非常好的一些花蜜，然后把它放在这里面。而他那种小菱格，我觉得娇兰在做产品的时候灵感就来自于这个地方。OK， 哦，这是 Big Bar， Yeah， 你 Big Bar 里 ，OK， OK， 你是兄弟，你把它捏死了吗？哦，是 Big Bar， 哦，你把它 ，OK OK， 哦，耶。哦、impressionnant le nombre de mâles。大自然真的好神奇哦，我们吃的、用的、就能够这么纯净，都是靠这些蜜蜂们，然后一直在就辛勤的劳作，而且包括保护好这片环境，然后让这片环境变得很没有污染，然后很纯粹、很干净，它产出来的东西就会越发的干净跟珍贵，然后用在我们的产品上面，然后服务到所有的女生，服务到所有的消费者。感觉这里真的太棒了，如果这里可以发展成旅游业，我觉得真的就是真的也很棒，因为你知道整个特别漂亮的那个地方，在电影的里面才能看到这样漂亮的场景。就是我认为的消费者看到的胶囊是不完整的胶囊，就大多数都是护肤，还没看到、因为我们只能先投资一个，投资的一个就是复原品，如果分散的话谁都看不到。他问了我一个，说谁有胶谁有蛋的，我说先有去认定他的这个人，才能知道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。我是这样回答的，是，就大家没有必要去追求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，就是你怎么认知的，它就怎么来的。那你会看好下一个娇兰是哪一个品？我吗？对啊，粉底液。那你粉底液能连带口红吗？口红吗？因为现在国货口红真的做得很好，做的是好，真的好，对，又便宜又好用，而且颜色又多，对，而且出新快，现在包装大家也做得好，是的。学大牌口红的生意很难哦，口红是很难。走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OK， let's start. OK， OK。他特别喜欢中国人，因为他觉得中国人都非常有企业家精神，每个人都是创业家，就我们很会赚钱。They can make a lot of money. Yes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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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bsolutely. 我觉得老板的五官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颜色就已经非常好看了。Thank you, I appreciate. It's thanks to Garland's product. I'm not joking. Skincare product are amazing. 听懂了，他说因为娇兰，所以让她本身就很美丽。I will be very beautiful tonight, Austin. I can go to party. 谢谢。谢谢。这样搞得我更紧张了。I admire a lot the way you resist pressure. I'm not joking. I'm not joking. 这是我这一年来最放松的两天。I know what it is when a lot of people rely on you. 在法国也是一样。Same in France. Sam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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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n France. Austin. 打一点点高光吧。Can you come to my place to live in Paris to make my makeup? OK. 但是我的工资要很高哦。You want a high salary? OK, we can discuss. My mom. Oh, it's your mother. Yeah. Come here. I want to say hello.You must be proud of your son. 你非应该为你的儿子骄傲，对吧 ？Yeah. She is a teacher. Oh yeah. What do you teach? Mathematics. Wow, mathematics. So you haven't followed the path of your mother. 所以我很会算钱，很会算 offer. I get the offer. Okay, that's why. 我们说一句，三阿姨买它。Okay, so 买它。买它。买它。Yeah. Buy it.One, two, three, 买它。
OK, very good. No, no, I want to say, 我爱中国。很棒。我爱中国。Yes. 我爱中国。所有女生们，我们能看到这个月城花真的很幸运哦，因为不是每一天随便来它都会开花的哦。听说这个花是一年只开一次，所以是不是好珍贵？当当，我手上拿的是刚刚采摘下来的月城花，他们都说了能够看到月城花开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，我也想把这份幸运送给所有女生，希望你们每天都可以开心，然后好运常伴你们。天哪，哇哦，哇，真的好神奇哦！这里，刚刚我进来都整个被震惊，我感觉这地方像那种植物博物馆那种感觉。然后它这里有2000种不同的仙人掌品种，好可爱哦！这个，哇哦，这个颜色也太好看了吧！它紫的真的独一无二，我感觉我今天见到了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的 N 个品种的仙人掌。这个株有27年，这一株有27年了。对，哇哦，哇，好大，我的天，感觉是那种热带雨林里面才能看得到的，好漂亮哦，这一个树。所以它也属于仙人掌吗？还是说它是仙人掌？对，开一个夏天，开一个夏天就没了，只有一天。怎么办？我感觉我真的整个大震撼，进到这个里面来，我感觉有一种莫名的兴奋和激动，跟那种心情澎湃的感觉。哇哦！刚刚从布列塔尼，然后到巴黎，连酒店还没有回，我的行李都还在车上，就来到了实验室，然后想要调出我非常喜欢的一支属于李佳琦和焦韵诗的颜色，期待我们的颜色吧。嗯，太亮了，太橘了。我觉得这个底色有点没有达到我喜欢的那种红棕跟秋冬的那种感觉。你想再加这个颜色吗？还是让他们再找一个比较更棕一点的？我想要更棕一点的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精华油里面少了一支。颜色比较适合于秋冬天一点点的。对 ，blue， 加了蓝就是酱色，应该是红色加黄，这样变更棕橘。他说加，他觉得会有点砖红的感觉。我这是要砖红，就土棕土红。这是，加黄色，对，加黄色。所以外国人认出你吗？外国人认出你？外国人没有啊？没有，中国人有认出你吗？当然啊，我觉得可是在巴黎铁塔下面合照喽。刚说完，他们来找你。啊哈！我跟你在科西家的时候，我说你会不会来巴黎，然后你真的来巴黎，然后昨天你说在科西家偷花也不会有人认得出你。
想说在巴黎肯定没有光灯的能救你。谢谢谢谢。送一瓶香水给他吧。过来送一个礼物给你。就刚刚我们逛店，对，香水品牌店。谢谢嘉欣。辛苦了，感谢。不辛苦，我见到你就很开心了，我一点都不辛苦。谢谢谢 谢谢。你在这边留学吗？我在这边生活。哦，对，我知道你会来法国，但我不知道。那你怎么看直播呢？我用手机看直播，我每天都看你直播啊。对，买不到东西啊。可以啊，我转运呢。哦，去到那个转运窗，然后他就转运过来呀。哦，而且帮我爸爸妈妈也买呀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脚腿都抖。那我去准备工作喽。好好好好，辛苦了。邀请你也辛苦了。没有没有。这两瓶李佳琦一定要推荐给大家。蜡烛它本身的香味其实就是我们欧舒丹面霜的一个味道。对，上链接。对。您是哪人啊？冒昧问一下。我广东人。哦，您在这边生活的话会用就是咱们国内的产品吗？会呀。对，比如说就是我有买自然堂。哎，自然堂的哪个？自然堂那个什么太空玫瑰啊，还有欧诗漫啊，我都买，因为他说的我都买。然后我之前我跟佳琪发信息嘛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过，我说佳琪你能不能合作一些什么供应链之类的，因为的话可以就是买了送到转运仓，然后转运仓再运回这边，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的包裹会丢失，因为转运嘛肯定有一定的风险，没有了就没有了。买了很多很喜欢的东西，你知道没有了的话你就很伤心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国外有很多的朋友都有这个需求，因为转运经常都会掉，所以我们自己人用国货的需求还是蛮大的，就真心因为好用了。好用啊，好用啊。好嘞好嘞，就是佳琪介绍的我都会愿意去用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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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买到手里就送给你了。谢谢。我正常的，我不用，我放在家里。好嘞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受不了吧？我现在呼吸都是。我现在好痛，我现在这两天剧痛，然后背剧痛，我呼吸，我连咳嗽和打喷嚏都不行。雅姐，你真穿得很很冷啊。不冷吗？冷，冷，但是没有你那么夸张。阿姐，喝点水，喝点水，走喽，又要开始说英语了，真的蛮紧张的。哇哦，这太多人了吧，我这有点害羞。哎 ，Hello。哇哇哇哇 ！Thank you, thank you。而且是在法国哎，星期五下午六点钟哎，对，没有加班费没？没有，他们是真心爱你，看中外有人了。采访几个，采访几个。你是哪个品牌？李肤泉，太好了啊，太好了。所以你认为李肤泉最好用的产品只能选一个？那只能是 Anthelios 防晒400。李肤泉工作了4年的员工告诉你，最好用的是麦色绿400。哥，你是中国人吗？华人，我华人。所以你在哪个品牌上班？在碧欧泉。碧欧泉，哦，很棒。所以你觉得碧欧泉好用还是李肤泉好用？都很好用。整个大吓死。帅哥你好。我不是。所以你是？我是李被老板安插来的。所以觉得 offer 力度够不够啊？现在够够够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，有点太多。我们产品真的非常用量很。下一个吧。孩子回中国，想来中国上班的时候哈，直接变成在你的位置上。这边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森林，我们想进去探险一下，走。哇哦，好美哦。
There is a lion. Lion. Tiger. 吓我一跳，蛮吓人的，蛮吓人的。真的，我跟你说，这些树枝很像蛇。我怕没有毛的一切东西，但如果这，哎呀，吓我一跳。楚青，你真的稍微做个人好不好？那个是蛇果，对不对？是蛇果吧？我们那个时候叫蛇果，小时候。但是这个是蛇吃的，人吃的应该是更多颗，对不对？很甜，那个小时候就是在野外找这个吃。我有非常多的生活经历，真的。佳琪，那我们这样，我们这一群人被困在了这里，你觉得谁是最后一个活着的？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下限。没有下限。谁是第一个 over 的？遇到鬼先把他推出去，可以吃两天。天哪，这里还有一把椅子呀，这把椅子多寂寞啊。哇哦，你们看，我好喜欢这种两排的。那我从这边走出去咯。嘿，这里呼吸好畅通哦。哎，突然晕了，好爽哦。出来喽。有的时候人生也没有那么的凶险，挺平静的。这次我们今天去哪里？我们今天去李富泉小镇，直接给他跳进那个池子里泡起来。今天我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我特别喜欢的品牌，一起去探索一下李富泉小镇温泉馆的秘密吧，走咯。哇哦，这里有一个浴缸，然后可以躺进去泡。哇，还是热的耶。这么大，大哥大。好棒哦。哇哦，李富泉还有彩妆哎，完全没有见过，很想拥有他们的彩妆。佳琪，你觉得这次来李富泉小镇赴宴有什么新的感受？我现在脑袋里有很多的想法跟想要做的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棒，它可以治愈很多人，而且其实我今天来，对于我用了十几年的品牌李富泉，就是有完全完全不一样的认知。这个认知就是，你看再多的资料，你跟品牌方开再多的会，也没有办法能够触及到的一些灵感跟画面跟真实的那种感受。这里真的好好哦，我觉得这里充满了爱。太阳啦，又看到希望啦。